可以放《开台之歌》。朝の光眩しくて Wake up。才开台，不好意思，对，在帮开台歌，沙发。夜半。棒棒棒棒棒！噔噔噔噔噔噔噔，等一下，要啦。其实六日都是九点才开啊，因为我现在刚回到家嘛，啊，把猫咪东西弄一弄啊，我想说，不然就早一点开打，这样我是这样想，然后所以我就。今天看完后有五天没得看 ，Maroon。Hello，Hello。哦，真的假的？结果我还没看，我才刚到家。哦，超累的。哦，我们今天有去看那个仙，我带我妈去看那个《仙女奇缘》，我都快笑死。因为我妈在那边讲那个话，我真的是，我们两个在那边讨论，我真的会笑死。是啊，你为什么五天没得看？我杀了39个人哦，我真是杀了很多哎、欸。哇妞！仙女奇缘哦，我先跟你们说好了，在我们在等营长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去看，你们应该都有看过那个仙女奇缘吧？就是灰姑娘啊，你们应该都有看过吧？哦，那个真的是很智障，不是？你们剧情应该都知道吧？首先他妈妈会死掉，之后他爸爸就死掉，然后他爸爸就会迎娶一个继母，那继母有两个小孩，什么蛙哥，巴拉巴拉吧，那个剧情你们应该都知道吧？所以这种东西也不算剧透，对不对？结果啊，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看到一半，你知道，就有一个学生在说：“哎、欸，等一下，他爸爸会死掉。”可是那个是小孩，差不多幼稚园那一种的，你知道，他爸爸会死掉，哇，哇塞！我就说，这算剧透吗？可是我们好像都知道、欸，哎，他接下来他爸爸会死，然后接下来呢，他们那个继母跟两个女儿就会虐待那个仙多瑞拉这样子，我快笑死！我先去那个。然后我就觉得好智障哦，我的妈呀！这应该不算暴雷吧？而且那小孩就是
哦，Hello Hello，我、哦、什么仰慕我好久，江西人。然后我就觉得超智障的，你知道，这一部电影就是你完全不用担心哦。Hello Hello，你好，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就是你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就是爆雷啊，还是什么，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从幼稚园就看过这一部，我们从幼稚园就知道这一个故事了，我快笑死了，超智障，好不好？哎，营长是要不要打啊？刚刚跟我吹的是他哎、欸。啊，打去 FB 骂一下，要等一下说他要去拉个屎还是什么，就那边你等我干嘛，我等你干嘛，看洗他的屏，洗他，现在应该等好了，不然不要等他好了，我们自己先去打一下，对啊对啊，战舰世界账号跟战车世界的哦，黑魔女那个是由安吉丽娜·裘丽演的，对不对？那个超棒的，好不好？那个才厉害，我觉得那根本就很好笑。我们先来玩一下，哎，我这个船它是哦，精英车，精英车，白高兴场，我以为拿 M 牌，这种东西应该没有在 M 牌的吧？嗯，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件能不能够，哎呦，我这台是全改了，我的妈！哎，不对，因为我是世界船，搞错了。900经验还不够，那帮你改个炮，你觉得够不够？700应该够。哎呦，你们觉得我要先改个舰炮控色呢，还是舰炮什么那个？我们应该先改炮，对不对？正所谓炮大机。哦，血的原来是用我自由经验转的，我靠，真的没讲啊，妈哟！配件不相容，健身，我不是有那个吗？哦，原来我没买，难怪我觉得我船跟我没改，原来我根本没买船身。那我所以，我昨天到底是自以为有改了什么？怎么来乱的？好，这个要550，现在要516。所以如果来了一个超强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马上，你懂我意思？马上可以破关？嗯，干什么？各种亮啊！我正在爆船啊！亮！那是干什么？不是说要开始的？哎、欸，慢点啊！我本来今天9点才要开台，我想说不然反正都已经到家了，弄个饭，然后把它大便清清。刚被战列舰打烂，我尽量试试看好不好？因为我有听说这一次战舰的序号很少，所以我也不晓得能不能够要得到。我尽量去凹凹看，好不好？但是我也不能，人家也不一定会给我、啊。我的意思是说我去凹凹看，可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因为我有听说这次的那个，怎么说？这次的那个就是序号很少，然后最尴尬的是点降路吧，我觉得。这样为什么？因为点降路刚好夹在战舰世界啊，那你说谁还要点降路？大家都买到战舰世界。你说你有一个假设，你今天你可以拿点降路跟战舰世界的序号，你会想玩哪一个？看玩家，如果说你喜欢射击又战略的话，当然就是会去玩战舰。我的船开始有点高起来了，不得了了！你看看。可是如果说你是习惯玩卡牌游戏的人，当然就觉得点将都 OK 啊。嗯。哦。对啊，所以每个人每个不同属性啊，知道点将路这一次他发的比较多啦，就简单来讲，他的序号给比较多啦。对啊。盖根本说很高啊，不很多。我去。要看，不然问 Sky 要不要玩，趁机逼宫。然后以后 Sky 看到我就会赶快挂电话。看一下他在不在？看到我就挂电话。妈，这个又来要序号了。B 线了 ，Offline， 他不在。对啊。啊，我世界还在爆船呢、欸。还在爆船？你得爆多久啊？好了，那不然我们先打这个好了。你要打几阶？3阶。好。哇，这一台好歹也是完全体，你知道不？走，走，
这几天都睡不好，梦到序号来。我靠，你那也太严重，大哥，你那不是办法哎。哎，如果说我打到他那个二楼的那个的话，那算不算损坏啊？你说什么二楼啊？就是因为他不是有一些烟囱啊什么的。假设你着火嘞，假设你没有打到传声，你打到他上面那一些配件的话，也算。引擎模组啊，敲下去会烧起来吧？哦，有机会烧起来，那 H E 也会烧起来。看一下，哎，我们带头哎，看要小心打。我这几天也睡不好，我都梦到我发财了。哎、欸，不是，你知道吗？哎、欸，昨天观众的人数破千呢、欸。然后啊，然后我还要在那边装很淡定啊，没有啦，我们那个人数哈，要就是怎么说？我你知道昨天破千大概1050的时候啊。我还装淡定哦，在那边说啊，没有啦，就是齁，你知道的嘛，就是我们得失心不要放太重，对不对？观众人数要随缘，靠呗。其实我根本内心手刀在那边冲刺操场，好不好？我的内心已经在上演周伯通的左右互搏之术，各种的激动，然后还要淡定啊，没有啦，那个人数哦，其实我们要随缘啦。其实内心已经在小剧场了，你知道吗？超好笑的。我自己都快笑死了。我在 A 这里哦，因为我外围，因为那个急火敲到还是会很痛。我在 A 往外围走、欸。对面敢跟我们 boy， 然后骂过去 boy。我觉得我现在开船还蛮顺的，大家觉得怎么样？整个就是很有搞头。今天剩下150，不要这样，我才开台没有五分钟，有153，哦，我都要赶快去买三鲜四果上去祭拜列祖列宗，你知道吗？我前面要迎敌了，你咧？我在这边，你有看到？我前面要迎敌，有，快要！你看你们就不知足。哦，我在射呢，哦，真派。嗯，小白小白，啊，小白小白小白。哎、欸，他怎么会放烟啊？我这边难道这边有驱逐舰？没有，因为我才刚来。真的有。我才刚来这个麦卡贝，其实没有几个月，好像三个月了吧，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又不像其他的实况组，就是。才刚开始要发展还是什么的，没有，我又没有像其他人有在用粉丝团啊什么的，这样我都是靠自己在那边追杀驱逐舰。所以你知道有破千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高兴。天哪！谈笑间，敌方战舰灰飞烟灭。哎、欸，那一艘船根本没动吧？搞屁呀、啊！谁知道？还是他其实很慢？你们了解我内心的激动吗？哎、欸，他根本没动吧？搞屁呀、啊！哇！我出包了，怎样？我中了鱼雷，哇！中鱼雷，我刚中鱼雷，出大包，这边少一台，因为我一台要打两台。我觉得如果说当你一直都在一台打两台的时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没有，我刚刚过来这边，
因为这边有放烟的时候，我那时候看一下，我觉得应该是有驱逐舰，但是追驱逐舰追一追，让他跑出来深入一死，我就麻烦了。他被我打到剩三分之一不到啊！驱逐舰快挂了。要交给你了，了解。欸，他中了，盲射下应该打得到。有放烟就有驱逐舰。我来看一下啊，我们队伍怎么都死光啦？这样右转呢？还用你说？跑掉？我圣路易斯跑掉。没事，我们也不要追太紧，因为上面还有那个红星。哦，再起，就是来一台游戏。打都没看到，有打到他了，还想走？他那个烟雾是真的很烦，什么都看不清楚。他到我们旁边放鱼雷哦，那一起依靠他。哇，完了，全吃。哇，那一看就知道到我们旁边放鱼雷的。不是，他那个烟雾太重了，我没有看到他。对啊，缺乏队友掩护。好，回到港口。营长，你下次齁，就是你发现你落单的时候，你就不你。就是你不要，因为这个不像那个战车，你落单迂回还可以前进，你懂我意思？所以这个游戏落单就等于这个不能落单，对，所以你不要每次都觉得可以，然后你就往前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一定要宁可多迂回两圈，也要等队友来。但你每次都这样去了，你知道，然后说啊完了完了完了，干了每次要一打二，然后一下就被爆炸，这样我们就会浪费一个人的力量，这样不好。这样子送掉一台，是啊，应该就死掉了。那个驱逐要丢鱼雷快闪，咱们也闪不了，我们又不是快闪。知道他要干嘛了，可是也是闪不掉。对啊，巡洋舰。要是可以，我也想垫着脚尖，赶快手刀冲刺逃跑啊！跟这就像 T95被那个青潭狗的感觉是一样，你知道吗？他们也知道要赶快揍他，但是就转不过来。落单是真的很惨。哦，那个烟雾是队友放的、哦。那、啊、我觉得鱼雷，哎、欸，那有不同的天气耶，天气超差的，啊、我的妈呀！你要去哪边？你要去九号线还是九号线十号线吗？我们去九号线十号线好了，小岛多。好，那我去找你。小岛多就会有搞头。哎、欸，我船速真的有比较快、欸，搞得跟我今天有自己打了一下，我发现找到航母的时候很爽。是啊、哦，找到航母就像找到炮车一样，就随便你敲它。但是问题是，当它叫一堆飞机在敲你鱼雷的时候，那就更爽。我今天就被鱼雷夹掉，一堆飞机敲鱼雷。哎、欸，鱼雷真的很烦，你知道吗？四面八方来的鱼雷。Hello Hello。但是放鱼雷打到的人很爽。哎、欸，你那台有？有鱼雷吗？有啊有啊，放鱼雷打到的人爽。是啦，被打更不爽。被打更不爽。像队友有点落单，我就选择原地回转。
你看那一艘三角形的，哎、欸，那三角形是怎样？驱逐舰呢、啊？对，他就是去看有没有人这样。靠，就是靠鱼雷的、啊，他跑很快啊，对啊，他跑很快、啊。那个驱逐舰遇到就是拿 H 一狂砸他就对了，H 一砸穿他，那都超严重。OK。然后遇到那种跟你长得一样的，或者是再比你多一条线的，或者是航母有没有？你用 AT 靠他，对。有没有在前进啊？就很爽，有啊。全速哎，36节，你全速几节？嗯，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在转弯，然后转弯是28。全速应该有30几啊。你不知道到9号10号吗？怎么我看你完全的方向不是9号10号的 啊我现在就是在迂回在等你啊，我已经左右了好几次就在等你，你知道吗？你要从哪里插啊？我是打算从最右边这边，最右边10号线那边过去。反正我在你后面 4.8公里。 OK。 哎、欸、等一下，我们从这边，我从这边的小岛穿过去。哦好，你有看到我穿然后就维持中间，别搁浅了。嗯嗯，这是这一次我一定离小岛有多远离多远。OK， 他们大军都在那边有没有？那我们就有机会他。对啊，我们就是可以去搞那个落单的。我们先看看都几阶船啊，又搞头啦。啊、航母的话就是基本上航母我们就走了，别理他。没有。哎、欸，我觉得他数字好像没有全部显示出来。叫那个总船什么2400，然后什么24000，我有点搞不太清楚。有啊，24000是我们的 HP 啊。啊，旁边的2400呢？2420，我不知道哎、欸。对啊，这右边的那個，哎、欸，有人知道我这边的血量是写24000是我船的血量嘛？啊，右边的2400是指什么？不是啦，那右边的意思，他那个意思是你被打到以后剩多少了，他会扣了，开始扣嘛。这样了解了没有？因为我现在按 auto 看你就是24000分之24000嘛，啊你被打到了是不是24000分之开始会变少？比如说22000啊20000啊，他就开始血条就开始减，这样你了解吗？他也是一样，右边的话会控制那个炮的。那你会跟上来啊？干，你是故意调慢速度对吧？没有，36节嘞，我超快的好不好？我现在都1/4了，你还没来？36节嘞。好啦，那我们时速是8，你还追不上来？老牛拖车。我们有一台 FK， 好吧？他是要不要走啊？欸，他高阶的、欸欸。你不要理他，那有时候就是这样，他可能是六阶船呢、欸，他可能是不稳定还是怎么样的。六阶船给我 FK。1、2、3、4、5。我想我们这边顶多就是，哎、欸，来了，看到了。H1，准备。继续，命中目标，不要让他跑了。转身打横，他可能要丢鱼雷啊！都快揍到我了，我的妈呀！差一点。差一点来，没事没事没事，继续追，追得到。有没有跟上？有，我在你后面1.8公里。鱼雷又来。哦，可能会中，中一发。哦，13000哦，我的妈呀！一发就13000，我只有中一发哎、欸。但我觉得鱼雷这样太扯了，大家丢鱼雷就好啦。鱼雷已经 nerf 过了。我觉得这样鱼雷太夸张了。哎、欸，我才中一发13000的伤害、欸，哎，我操，很痛，超痛的，太夸张了，好不好？你鱼雷不可以搞这么 OP 啦，他娘的，一发，那大家都选有鱼雷的船就好啦。靠！这么近，你看没了，干，这太靠北了。
干完了，没了。对啊，怎么了？战列舰在那边，完了。我们看，我听到声音就知道很近。没有鱼雷，鱼雷刚从旁边这边，他有驱逐舰丢过来就跑了。那个会打的。哦，他又有烟雾弹，然后又有那个，那我们是要打小哦。所以我说，我们需要六阶船在这边。不是，这太夸张了，一点反击的能力都没有。不是，重点那个烟雾，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你知道吗？你刚刚你看那么近才看到它，太扯了。我们这边没有驱逐舰呢。没有来帮我们放烟雾啊，差别在这里。不是这样，我们一点抵抗的能力都没有。你说远一点，咱们又看不到他，然后居然只有零点几公里我才看到他，靠呗，这是要怎么玩？单机游戏都是九到十二点，所有的单机游戏都是九到十二点。妈的，我是想请他吃含笑半步癫了，不是我在讲。要打 T 三船吗？不是，我现在想要知道的是，像这种我们应该要怎么应对？可能我们的状况就是因为那边，如果今天遇到我们没有船，因为我们不是带头的嘛，我们是 T 四嘛，有 T 六，那没有 T 六去的话，可能变成我们不能去。我觉得我只能这样猜啦，因为我也没摸熟嘛。第二就是没有驱逐在旁边跟我们一起作战，我们不能去；或者是没有战列舰抓来吃鱼雷，我们不能去。你要玩 T 三船吗？要不要？我想想看要怎么样应对刚刚那个太靠北了。妈，我请他吃含笑半步癫。好吧，我们去三阶实验室。好，走，再来。我靠，我们真的是太夸张了。嗯，真假的？Leo C， 你是不是有玩啊？那我问你哦，刚刚那个两万四旁边有白色的两千四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走啊！哦，好，我去买啦、啊，含笑半步癫。走喽，走。怕咩呀？显示他就是应该是就是显对啊，人家讲的显示不出来，他就是血了，他本来就是要那么长的血量嘛，他不是两千四啊，是两万四，少一个零呢、啊。嗯，对啊。这个、哦、好玩啊，但是像刚刚那个情况，就会觉得很无聊、很烦、很无聊。没有，就简单来讲，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刚刚的状况是 T 八去打 T 十那种感觉，就 T 四打 T 六，那么没事啦，没事啦，游戏就是这样啊，打赢就觉得哦好玩，输了就觉得干不好玩，游戏都嘛这样，不用太在意 ，OK？ 啊，你要去 AIC， 不用认真解释，好不好？我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队友去哪好了，直接咱们我们不着急前进吧。我们这个一样是五阶场哦，所以看一下队友要去哪。我觉得 C 不难打了。什么 ？C 不难打，而且 C 很容易被占。好啊，那我们去 C 啊。我会找你啊。走。对啊，我觉得我应该多补充一些战舰的知识。战舰啊，那说起来真的是，对啊，看营长还很认真的要安慰，其实就只是你知道，打赢就好玩了，打输就很无聊。战舰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它是一个博大精深啊！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因为这个我战舰我就真的很不了解，很不了解，因为我就没有什么概念。了解。
你要从外面接手。他说这张 C 很多驱逐，干我不过去了，我决定去 A。C 驱逐也只有两台啊，如果你去那边，你闪掉鱼雷，你就可以拿，你就可以开始拿 H1 敲他，把他敲死啊。但是我们要习惯啊，他的意思是说以后 C 那边会有很多的驱逐啊，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那边它是一个小峡湾啊，很不容易跑，所以很喜欢去那边靠鱼雷啊。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养成习惯，我们现在去 A 这样子。可是他靠了，他也跑不掉啊。那人家他怎么跑不掉？我们还不一定打得到他嘞。他跑不掉，放心。我今天在这边打掉蛮多驱逐的，不难打。这就是低阶场跟高阶场的差别啊。所以我们要先赶快培养好这种比较高阶的这种姿势啊，不然你低阶如果养成习惯，你高阶就不容易改啦。你三阶你有鱼雷吗？啊？没有没有，三阶完全没鱼雷。但我们去就是去吃屎的，你别怀疑，赶快走。我有啊。我有鱼雷啊，要不要发一颗给你看看？不要，万一打到我怎么办？那我打我们自己的航母。你看来来来，不去，嗯，愿意去。我们的航母可以不要再继续走了吗？对啊，恐怖好不好？哦，我这艘子很慢耶，这十八。其实这一台是乐狗的兄弟，对吧？你看它也是长长的。你要去哪？我说我要去 A 啊，我不要去 C。可是 C 已经，我们有一台战列舰去了，妙意去了。啊，对啊，那边是战列舰天下，那不是我们这种船能去啊。我们这种船十八，你想闪什么鱼雷？这五阶场人家鱼雷满天飞了，我再不过去了，神经病。确定不过去，可是我过去把 C 拿回来哦。好啊，你过去啊，你过去。因为有队友在那边就还好。就还好吧。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把妙一放生了，看就很麻烦了，我们可能会输啊。我要去把 A 抢下来。A 好像也没什么人，我看。这十，哎呦，天哪，我速度有21了。巡航要什么？怂？巡航要怂一点是什么意思？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我没看懂。对啊，我也是不够快。Hello， 你们可以多教我一点知识，不要讲基础，讲知识就好了。就是例如，战舰它现在不是分巡航舰、什么舰、什么舰、航空母舰？那每一艘船在它的作用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这样以后我出去介绍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人家讲，怎么样就不会误导到别人，不错吧？那为什么战舰要分这么多种？那像是巡猎舰到底大部分都是在干嘛的？就是战列舰哦，对不起，战列舰就是像猎人一样，就是快速的迂回狙击这样子吗？不是，战列舰就是最大台的，就是重坦。它就是很大的大河，就是战列舰。战舰侧面到驱逐哦，对啦，是驱逐舰啦，驱逐舰。我刚看到船。欸，这游戏根本是比谁的鱼雷放得好吧？鱼雷应该要赶紧砍掉。那了解了解。哇，要打5000多啊！The enemy is about to win. 欸，看，看我吃一发鱼雷就重伤，那人家我吃了至少4-5发，你知道吗？那比我还屌。我走啦 ，A 线不能待。C 已经快被人家抢走了，然后。我是多面迎敌，林老师。
enemy heavily damaged.拜托，快点转！干，完了，输了，C点被占走了，没有人来 C 啊。但我们唯一的战列舰就是妙一过去被他就被鱼雷打掉了，他落单了嘛？这才要落单。我刚过去帮他来不及啊。那落单想死了，你就救不了。好，走，我们再去打四阶。好。我看国外玩家观看数都好几千了。我们不要跟别人比嘛，你真的要比永远比不完，你不能够吃着碗里的看着碗外的，这也不好。哎呀，还好在距离外，我好像觉得屁股痛痛的。我看 TVBS， 嗯，都是几十万人在看，这比较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吧。对啊，我觉得不要去太在乎观看人数。你要一千人，对，的确很高兴，但是你要更想想看，怎么样让他们看得开心，而不是就是去跟人家比那个人数，我觉得那没有什么意义，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觉得你这样子不好。对啊，人口基数不同，哎，你这样比又比不完，你知道吗？你说好几千，嗯，好吧。那个统神好几万，嗯，好吧。现在状况就是，对不对？我觉得不用去比那个啦，真的。Hello，Hello。那就往2000迈进嘛，对不对？就这样子啊，嗯、对啊，有2000就往3000嘛，有1万就往2万嘛，这样想就好了，对啊。其实也不用啦，其实破1000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我觉得只要想着怎么样让观众更开心，然后怎么样想着让。大家更快乐，我就觉得。然后这一张在，他在那个这一张的左下那个地方有没有很容易卡住？我觉得你不要来、啊，你不要来哦、喔。你说你要去哪？我说左下很容易卡住。那我去左上好了。对啊，我去找你啊。是啊，我在找。但我现在就会想，哇，现在人数破1000，那我就稳定，让他至少都，让他稳定能够成长人数。那剩下就是看有没有办法，就是让大家再看得更开心。像我就会把脑筋动在那，哎、欸，怎么样让你们看得更愉快、哦，看得更好，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有什么好康的，我就会想说啊，那刚好有这些，那来办一个，然后让你们可以拿到多拿到一些好康的。哎、欸，我就会这样子想，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不能说啊，办了1000，然后你不管那些观众了，然后我们来去看看怎么样，什么捞钱还是什么？其实那也不好啊。错赛，你跟人家 A 在一起了哦？没有，差一点，我转错边了。糟了，我们遇到认识的，无疑。战列舰金刚妙意。硬的，看超硬。自己，我只能跟你讲，我们先放慢速度好了。我们在底线这边啊，那个敲你一轮就没了。我知道。我跟你说哦，我瞄准的啊是前面的那艘船，可是啊打中的是后面的那艘船呢，超厉害的。哦，金刚要看到我了啦！
12.5 就要预瞄很远欸。欸，我完全预错他的方向，原来他是向左开哦。别再执照。哇，超痛的啦。那离那边远一点。我可不想吃鱼雷。欸，我又触礁了。啊，你不是说要离小岛远一点哦？我干，那边根本鱼雷区，好不好？神经病，我要先走了。我才不想要被鱼雷打成一些蜂窝。我跟你讲，我完了，因为我触礁了。哇。哦、那真的会完蛋欸，想死的心都有了对吧？靠过来听话，我的妈呀！找到了，小朋友乖乖，赶快过来吃罗密欧的鱼雷，吃密欧的鱼雷。不要不要，我不要。但是罗密欧要打你，罗密欧要打你。给我过来，给我过来。啊哈 ，Say goodbye。打到人了吗？我还干掉他了呢。漂亮哦。不晓得能不能转得过来，算了，不要牵强好了，绕一圈不会死。敌方占领我们的基地了，对不对？好像是欸。我要回去，我要回去。那我去占他们的基地可好？我看到。打不到欸，每次都传血都那么厚，这是要打什么？打不到，我的妈呀！欸，打到了。我想我打一点算一点吧，总觉得。对方的船这么难打哦。他血那么多。看，又鱼雷。看，最少吃一颗。哇，完了。完了！敌人怎么那么多、啊？战列舰，我没了。
欸，我怎么没办法瞄准？哇，我的炮坏掉了。Unable to maneuver. 我的船没有办法动了。希望那个可以中。干，剩我们两台。我已经倒啦、啊。你看我的船斜成这样，根本。而且还强制的在倒，我刚刚还有血量的时候就一直在倒。哎呀，我击毁一台，我鱼雷打到人了啦，笑死我！然后我也输了。哎、欸，我的鱼雷，我的鱼雷打到人了，快没了。哎、欸，我鱼雷打到人嘞，我快笑死了！哇，沉下去了！哇，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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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尽力了。嗯，我们都打不好，高阶场开始吃瘪了。这个就是知识补充的不够，明天开始爬文，你知道，各种爬文。对啊，耶！各位，我厉害！不知道是他太笨，还是我太聪明，我也搞不大懂。总之，我请了他吃含笑半步癫之后呢，他这艘船就沉了。等一下哈，你有没有技能可以点了？技能什么啊？这还有技能哦！有妈呀！我看一下，你往那个你的……等一下，我还在等他回到港口，应该又挡了。一直荡，一直荡，一直荡，哪招？对啊，噔噔噔噔噔。耶！害我现在有一点，呵呵呵呵。鱼雷只有5 km， 没事，有打死就好了。哎、欸，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来配件，我还没全改呢。你还没全改，应该可以改了吧？还有船身要还要500多的经验，应该再打一场就可以了。等一下哦，等一下哦，你不要按开始哦。你可以把上位准备好，先按掉啊，对啊。好，火炮箭扣系统，来走。它可以增加射程吧？好像是吧。这是我今天去买的，我那时候就想说齁，只要哪个观众啊在那边耍白痴。我就请他吃含笑半步癫，它里面好像是巧克力糖吧，都做的很可爱，含笑半步癫，超智障的。好，拜拜。好，金刚，他怎么没有按照军阶在那边用啊？叫我们都要在那边看。有啦，这是五阶场，我们应该没有看到六阶场。好，我们又可以一起走了。我就在旁边哎，对吧？我不知道哎、欸，看一下嘛。哦，开始战斗可以先按进去，是不是？对。我本来就都在那边等哎、欸，早说嘛，难怪每次一进来就可以直接开。因为表示你连的比人家快啊！如果你已经你可以直接按进来的话，就表示你连的比人家快了。哦，可能是电脑比人家好啦，或者是 whatever 对。哇，这什么？或者连线比较好。通常台湾的玩家应该都会比人家快，因为我们的电脑都比人家好。战略键，刚才没有隐蔽，有没有？我决定在这边先看一下情况。阿俊呢？那、啊、他在对面呢、啊。打死阿俊！打死阿俊！
可是阿俊应该还蛮难打的，因为他有玩。对，好可怕、啊。哎、欸，他改配件有差哎、欸！我决定用20的速度前进，反正去那，反正跑那么快还不是死，我们跑慢一点。你现在是二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三？什么二分之一、四分之三？前方10.4公里，哭吗？有看到库马？有。我、哦、干，两台，你两台，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硬拼哦。谁在打我啊？前面呢、啊？努力的在打水线。我现在要先进行撤退，掩护我一下下。看，我出包了。我再回转了、啊，我可能跑不掉，太多了。我被激活啊！我在以最快的速度逃跑。其实都知道他已经自动驾驶。但是你还是会紧紧按着 W， 你知道，生怕他跑得太慢，应该要再高一点。水线真的不好打哎、欸，今天非让你坏东西不可，等着瞧好了。碰撞！罗密欧跑掉啦！快转啊！你、欸、战列舰啊？没有啊，很远啊。哎呦，像鬼！啊，看错边，混账！总不会中哎、欸！这台卡住了，实在有够想去打他的。那台战列舰挂了，对不对？哪一台？他到底有没有在动啊？我来看一下。
对，我其实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不要那个，不要不用一直按着 W， 但是臣妾做不到啊，我还是会一直去按。这边小岛真的他娘的多超烦，变，好，我可能要牺牲了。你怎么整天在牺牲啊？常有的事。它是完全停下来的、欸。也没有啊，这烧到底多快啊？还是他是往那边，他触礁啦，但我怎么打不到他呢？到底要打哪里才可以打到他、啊？说他没移动，又觉得我炮弹在动。哎呦！哇，战列舰太近了。哎、欸，怎么不能够按 Shift？哎、欸，这一艘太诡异了，我真的打不到他、欸，哎，这怎么回事啊？我真的算不透他、欸，哎，他真的是一艘非常神奇的船，那我猜不透。你看，怎么回事啊？我真的猜不透他。好，开始能猜中。我要逃了，那台我打不过，我 HP 不够，我只有重伤他一下而已。OK， 挂了。好猜不透的一个，好猜不透的一个那个、喔。不是啊，你再打一台，你再打一台战列舰吧，那很慢啊，不是吗？因为他卡住了。啊、这为什么打不到？这是最奇妙的，我的炮弹会转弯。竟被打死了！我们来找他们的航空母舰玩一玩吧。被敲得超惨的啦！对啊。哦，他速度忽快忽快忽慢哦、啊，难怪我想说奇怪，怎么可能？我记得就是这样。哦，经验果然不足，真的是。没错，我们是经验不足的坏孩子。他、啊、这个炮都打取射的啊，那本来就其实是这样，本来就还蛮黑的，那可以敲到已经现在蛮不容易了，好不好？可是飞机会打人吗？我记得飞机会机会会会机鱼雷机会机会会会傻傻的鱼雷机会机会会会会用我的两台鱼雷机可以夹掉你，好不好？我可不可以打他打飞机？可以，你的防空炮会自己开，感觉他没打、啊。还没打，不是还没打，他还没打。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又闪过六发鱼嘞，居然有这种事。
没事啦，站点啦，不一定一定要 kill all kill all 的，累死了。杀掉！那全世界的飞机都赶过来了。阿俊被杀掉了 ，boy。啊！没了，灰机灰。好啊好啊，叫阿俊来。灰机灰。哎，我1500的经验呢。1300，哇，你1000，为什么你有1500啊？双倍经验。嗯。哦，好辛苦，刚才讲的。这跟打战车一样，其实我觉得它比战车还辛苦，超累的。尤其那种转起来你转不过来的时候，那种心理压力，你会内心一直在大喊：“拜托你 ，please！” 如果这时候有上帝的话，我愿意改信，改信另外一个教。只要你能让我闪过这一发鱼雷，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你知道吗？内心会这样子，会这样子呐喊，而且还会击灰灰灰。是 TANGENT 是不是？好像是。看一下 FB 讯息，好啊好啊。通常我在开直播的时候 ，FB 讯息我都不会看，因为没有时间。没时间，我没时间。啊、哦，真的假的？真真高兴的见到你。那你要一下俊俊的频道里。能改一些什么东西？我可以啊！对！哎，真的，还好你记得。我的配件它又怎么改？你可以动配件了吗？可以啊。耶、yeah, ！25000修啦！哎、欸，分解中的状态。哎呀，它不能一定要按上位准备好吗？真麻烦。对，你才能开始动的东西。难怪上一次没有装成功，我还没发现。哦，我船不一样了！天啊，多了好几个逃生艇，搞屁啊！我哈哈，等一下，为什么多了两个逃生艇？是这样？刚才是在诅咒我沉船是不是啊？哎、欸，为什么他的配件是多两个逃生艇？我不大爽。哦，二零幺，好开心哦！终于来了。哇！今天天气好晴朗，阿俊被我们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唱？为了押韵呀！有了，我请了阿俊吃含笑半步癫，江南白虎白糖，你们感觉超智障。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看。那升级为了逃生艇，你不是不对吧？我觉得只会增加降低我的速度而已。我可以把逃生艇往下丢吗？你知道，冲穿就算了。哎、欸，我发现改东西有差哎、欸。我就多了两个逃生艇，那有什么差、啊？不是，你那个是科技树升级，它也可以改装。等到你 T6以后，就可以开始改装东西了。它可以增加什么火炮干嘛的？然后多两个逃生艇。哈哈哈！对啊，在讲逃生艇啊，烦死了。可能会多两个救生圈之类的。对啊，可以改装哦，欸、多四个救生圈，这样有四个选手，他们可以获得。那我们现在变成要去 A1 A2 了。我看我回得来吗 ？General quarters， 给他冲动。我先去找你们好了。带着我新买的逃生艇配备。
天哪，我真的越来越像铁达尼号了，告诉我这怎么回事。阿俊，你玩到 T 级了？没有常玩啦，就像上次那个二测的时候玩到不想玩了，所以这一次我就没什么在练啦。你之前玩到 T 级？他还跟我们摇掰呢，玩到不想玩。T 六啊！你们让你讲这 T 六一招赚多少钱？那时候没去注意，因为那时候大概打个五六场，你就足够买烧了。因为那时候的那个金币、银币很好赚。你知道你讲这个样子，有多少的观众会咬下唇？因为我是没良心，我的状况是这样子。我现在的状况是这样。我这台船没有 T 5，他直接跳 T 6了，真的假的？对，跳直接跳，接下来直接跳 T 6，所以我经验很高，要19000多才跳到 T 6。你要过来找我们吗？还是怎么样？正在去啊，只好来一首这一首了，为了搭配铁达尼号的主题曲。哇，原来驱逐舰的 HP 只有我们的一半哦，一半啊，但是它速度是你们的倍啊。你也要打得到它、啊，那么近距离，那远远瞄超难瞄。然后它也给你走个 S 型的凌波微步，忽快忽慢，你就会觉得它超烦的。大家多三个救生圈啊，刚好营长一个，我一个，阿俊一个。阿俊如果够绅士的话，他就把救生圈给东东，然后阿俊就只能抱木板。可是我们这招是铁做，又没木板，阿俊掰，阿俊掰。没打到。其实我觉得他做那个罗盘有点多余，你知道吗？因为 I don't care 什么 AAA 什么 NWSE 什么的。我们根本就不 care 那个，因为看鱼雷在哪里都已经来不及了，谁还管那个到现在到底是东西南北？什么唐妈妈？唐妈妈不是给洛洛军曹里面的吗 ？Our team has taken the lead。绕一下他们哦。好，再来。哇，好痛！都看得到船了，然后打不到，真的很尴尬。哎，我快被打烂了，为什么？我跑不掉哎、欸！哇，原来好多台打我，难怪打不掉。都差一点呢、欸，真打到会火大。而且非常尴尬的是，我好像转过头，顾着在打人。糟糕了啦！真是的，我看着那个舰娘里头的人跑起来就没有这么慢啊！人家那个多小台，跟人家跑得像飞一样，怎么咱们这一招好像那白咖，你知道？日本船根本在比谁的101高，你知道？根本是违建。没有一招正常的，超夸张。啊！笑了。哎，你卡住了。对，我搞笑了。可是你把他打掉了嘛，对不对？没关系啊，跑得掉就好了。
哇，4800的伤害。驱逐舰捞鱼的要捞多久？30，所以也是一半嘛。对。哇，我一直命中他装甲区耶，我自己都吓到了。300000一人都惊讶了。谁家的鱼雷？哎、欸，谁跟尾刀啊？拿美品的过来。啊，居然被 TK 了！生气啦！谁家的鱼雷啊？他居然被 TK 掉！我妈呀！谁 TK 你的？告诉我，我去杀了他。T 开头那个？哪一个？是不是 FD3S 那个？那个已经早就爆炸了，好吗？啊、哎、欸，你们两个死这么快，这要玩什么啦？如果这个玩一次要投10块，你明天投100块进去，你知道吧？那全部都集中在 A 点，那么 A 点我们这边没什么人来。没有，他本来想说绕过去丢可以丢中，结果没有丢中。我觉得日本的船都超高哎、欸，没有、啊、说是瞄那个水线，我觉得你要瞄高一点啊，都瞄太低了。你要不要给点时间？那打两天，你就要我的经验丰富，瞄哪打哪的，有点难哎、欸，大哥，不是吧？给点时间成长好不好？我也希望我瞄哪打哪，因为不听指挥我也很。那我只给，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啊，就是你可能要再瞄高一点。有啊，我一直在乱七八糟的岛区，你自己考虑一下，你要先操纵再瞄再打，等一下你就会触礁了，你要现在就要下来付钱啊之类的，麻烦。就是跟我一样的。那、啊、我要付100块了，看来糟糕了，糟糕了。还好驱逐都没在这一面，驱逐在那边的面才会想。话说营长怎么比我少好不好？不是在比较远处吗？没有，我刚刚到那边的时候，我被那个奥马哈追击啊，他那个炮真的很痛，他五阶的巡洋，他那个炮不知道，我没有看他资料，他炮靠。对啊，你看巡洋，你们自己记得就是尽量不要绕道，宁愿拉远距离也不要去绕道。哇，因为你判有点远。就是在奥马哈打我，哎、欸，他打得很痛，自己注意。他是 T5，哎、欸，奇怪，他打我都很不准，妈的，他打你都很不准，他打我是超准。他都有中啊，只是我血多而已。那没。超痛的，他靠人真的很痛。哎、欸，有一台妙音，妈呀！The enemy team has taken the lead. 你方的船怎么那么多啊？原来我方死差不多。对啊，我们死太多了。刚开始重伤很多。我一开始不是很喜欢哦，就马上到交战区，你知道？有一句话说的好像先到先死，你知道？所以我如果一个人玩的话，我都习惯，就比如说我在 A， 然后我都会慢慢走到 Z 才开战。我都喜欢横着走一圈才去开战。我都喜欢先迂回一圈看一下队友在干嘛，然后再看要去哪里。习惯是斜这样走一圈。没有，因为我想说我们是新手，跑第一就是死第一，所以我宁可往稍微久一点。The enemy is about to win. 看一下队友都在干嘛。我干，严重伤害。加油，拉一个当垫背也好，应该是打不赢，就是妙意了。干你打他为什么都是个位数啊？啊，没有办法啊，船我都尽量在瞄水线打了，你知道都这么近。你是用 AP 吗？是吧 ？AP 啊，你看有水线就会那个啦。啊，要瞄。你要不要转一下？他撞你，你会爆，瞬间爆。我感觉这距离是他是罗密欧撞他、啊，好像这样会撞到，撞到这已经撞到了，这跑不掉了。会，这个会撞。
啊！中切，人家哎，不能够放鱼雷哦。我本来想，我本来两段两段两段的两段的。我本来想，我本来想说过去，然后硬放他一个鱼雷，就是拼。可以啊，你要按三，赶快按啊！就是、有啊，但是他后面，他说他的鱼雷在后面，他说他说不给放啊。对，他的鱼雷在后面，角度不足。他的鱼雷在没有啊，有啊，那个角度有有啊，我就是拼这个角度，我想要说，因为我一定打不赢他，所以我想去拼跟他同归于尽。所以我打算，我本来是打算是我切过去之后，我要用全部的鱼雷，然后近距离跟他搏，所以我才会这样子过去啊。然后我角度也放好之后，他说这距离太近，不可以放鱼雷。靠，怎么会这样？可能怕你一起炸掉。没有，罗密欧，其实你刚刚可以用另外一个技巧，就是直接开始打横，直接打，然后丢鱼雷就好了。不是，有他可以啊，那个角度我算那个在你头一点，可是他的意思是说太近不给放鱼雷。怎么会有太近不给放鱼雷的问题啊，我的妈呀！因为我想跟他拼那个同归于尽，你知道吗？没有，你刚刚如果提早打，如果你要同归于尽，你刚刚提早打狠，你说不定还可以直接先收他。不是不是，角度是对的，对，我知道我知道，角度是在鱼雷。不容易。他刚刚有出现那个，他是说太近不能够放鱼雷这样子，不是角度的问题，不是角度的问题。有啦有啦，我刚刚就是拼那个，他是说太近不可以放鱼雷，他有出现那个字，他有出现那个字。还是你们要练习玩其他的？不是不能放，他是说太近不可以放鱼雷，那就显示那一条真的，请看 VCR， 好像没有 VCR 哦。他说太近不可以放鱼雷，我看到我脸都绿了，你知道吗？好像也没有 RP， 好像也没有。不过没关系。好了，罗密欧，你们等一下两个走一起啊，然后我在前面帮你们、啊。你们都太快啦、啊！哎、欸，我都是我是刚是跟营长啊，我直直，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在一起啊，你们看我的位置。我在那边绕绕回来，妈就被追击打掉了，因为那台。可是他刚刚有出现这个啊，他刚刚有出现那个字，你们没有看到那个字吗？这里没看到。他刚刚有出现那个讯息说，因为太近，所以不可以放鱼雷。对啊，他有出现那个字哎、欸，我到时候那个 RP 整理起来，然后拿给，然后截图给你们看，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自己都脸绿了，好不好？我们要我们往营长的方向走，你往直接直走会完蛋。好，我看一下啊、喔，我们走外围那一边好不好？那边是小岛，我不想过去。对你不要从直比较直走，就从左边营长那方向走，然后在营长那边，哎、欸，在营长前面那边，在维持四分之一节等你们过来。A 八 A 九那边交战，你在那边交战会比较好一点。在 A 八 A 九那边交战对你们来讲比较好一点。他后面有变绿，真的真的，你相信我，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就算再搓，我还看得懂系统说的话。那系统上面都这样写，你还要跟我哦？没有，因为我是没遇过近距离开炮的。哎、欸，等一下，哎、欸，那个青钢一副要过来的样子，看。营长，我觉得你先不是在倒带说话，因为我看到你们的字的时候会回你们，可是回你们的时候，你们看到会是差不多十几二十秒之后，那所以你们就会觉得好像在跳针讲话，其实不是。好，我到时候拿 RP 给你们看，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不相信我，算了，我们就不要哦了，我到时候截一张图给你们看。差，我不想。嗯，对啊，他们一直跟我哦，可是我刚刚看到的讯息是这个样子，你们干嘛跟我争这个、啊？那是从上面真写的吗？因为你那个距离，其实你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丢鱼雷，它有一段那个就是空窗期，它会有一个那个丢鱼雷那个动作。所以他出去大概还要再多花一秒多。哇，这边打不到。哦，那个烟雾好讨厌哦！营长，你太过去了，你要不要现在往回绕，然后再转一圈？哎，你在旁边还有两台，是还好。旁边还有两台啊，看得到。因为我前面那台飞龙是比我低阶的，没有意外的话，我应该打得到他。
我绕另外一边过去好了。人长，轮流。啊？怎么又绕一圈呢、啊？他带过去啦、啊。我如果往前的话，我刚刚前面那一艘离我 3.9 公里的那一个，哎、欸，好像不是那一台，另外一台被敲啊，就是那个啊，空狗啊，金刚啊。我刚刚在他附近，然后他就被敲啊。我如果又再往前，因为迂回一定要绕一大圈嘛，那不就换我被打了吗？我靠，金刚都被打了，我还不后退？没有啦，没有在意，我是就是大家讨论一下，那其实也没啥，有的时候也不是又撞了，你不是说在吵架？一撞又撞了，没有，我知道啊。哇，这哪打得到？这样不行，都太远了，我先撤。营长，你要退哦。不是退，我现在在，我现在在往，我现在在绕。交上去，我要丢那个烟雾了哦。好。哇！命中装甲区。可能来不及转算了。Sorry。哇，为什么我不能转？该死的！哇！哇！没了。没有，你左旋应该可以直接丢那个鱼雷了，那距离应该打得到。我太认真在打那只战列舰，没有发现人家跑来这边打我，靠我鱼雷。一直按不出去耶，怎么回事啊？没有延迟吗？我觉得我实在是不大会放鱼雷，老实说，为了放一波鱼雷，我现在快死了，要不然我都可以把船给杀了，你知道吗？而且有的时候我按 Shift， 它不会马上切换，我不知道为什么。慢慢来吧，像我也不会玩阿姆一样的意思。是啊，我有点不大会放鱼雷，我觉得放鱼雷好难啊。放鱼雷就还好啦，就多玩几次就会了。能丢鱼雷就丢鱼雷，我就还不大，我想我该怎么说啊？我想先学开炮，开炮开得稳了，我们再来去学怎么放鱼雷。你看刚刚为了放鱼雷，然后手忙脚乱，结果我们一下就沉了。我们先学一样，然后再学一样，我们不要贪多求快，然后。对啊，俊也下课啦。下课啦！是啊，干恩为了放一个鱼雷，他妈被人家打爆了，超不爽。出小岛的时候，他鱼雷刚好就过来了，不知道是谁，不知道好像是要丢你还是丢后。刚刚也是，我刚刚是在太专心打到战列舰，没有注意到鱼雷往这里靠过了。不是，我一直在看我到底要按什么钮，鱼雷才会发射出去，然后就，而且我一直按左键啊，它就会变大扇形、小扇形、大扇形、小扇形，然后各种丢不中。没有，那个就是。许烈靠进去当海涛法师放生这样子，南无阿弥陀佛念完就放了，你就不要想太多，就看到白色的你就靠出去，往那边靠出去就对了，这样就不要想太多啊。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了，因为对方的轨迹会改变。对啊，不是我，不是，我就知道你一定听不懂在说啥。我只再说一次，你听不懂就算。干，我鱼雷刚放不出去啦！干，你要怎么样？放出去就算了，我也知道啊，他妈就放不出去，感觉好像便秘一样，你知道吗？他妈的屎就是不出来，超烦的。放再放没出来。我也知道放了就赶快跑了，感觉就是便秘，你懂我意思？这艘船便秘了，他死都不出来。哇，我懂啊。对啊，你是按什么按出去啦、啊？我刚刚。按三之后要瞄准要扔出去，结果他一直变成大扇形、小扇形、大扇形、小扇形、大扇形、小扇形，然后他死都不丢鱼雷出去。可是后来我不知道按了什么，他就丢出去了。可是我也不晓得我到底按了啥。他等于切换弹种啊！你按完三之后要按滑鼠左键啊。是啊，我按了滑鼠左键，他变大扇形。然后我想说，靠背怎么会变这样？赶快再按一下，哎，变小扇形。啊，是啊，小，那怎么发不出来啊？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设定那边按键的控制那边有没有？看一下，没有晚点我看他时光就知道了。我明天时光再跟他讲。好，你到时候教我怎么放鱼雷，我有点搞不大清楚。但我脸都绿了，然后我就手忙脚乱、啊，然后我就吃一堆鱼雷，我就死掉了。鱼雷只有侧潜的吗？你说的我知道，你真是。其实那个大家都看得出来，那不用去。干，那全世界都知道要用侧，不是那个角度都已经画给你看了。干，我就是放不出来，你懂我意思吗？然后按一下就变大扇小扇，我按一下变大扇小扇了，我操！你到底有没有在看荧幕？太棒，那还蛮戳的。看那超不爽，我就心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完了完了完了，他好像撞倒了。啊、好出来了，打一场 P 三了。我也不晓得按到什么，等一下，我再跟阿俊问一下。如果你单纯只想练炮的话，我觉得从日本舰玩起来比较好，因为日本舰。他如果说是以主力舰的话，都基本来讲都不会有那个，都不会有那个鱼雷。可是鱼雷这种东西就很靠腰，它可以瞬间逆转。对啊，可是现在是你如果要玩这个游戏，你就不能不会用鱼雷。可以这么说，因为鱼雷实在是差太多了。尤其你用巡洋舰，你必须要去学会用鱼雷啊。对啊。这是真的，那不然我也不想要用鱼雷啊，像坦克世界一样，各种开炮不是很爽。实验，哎，这个啊，食物链底端啊，遇到金刚闪远一点。遇到金刚闪远一点啊。那个我们都打极限就对了啦，基本上。按三可以改出的，是按三可以用。那所以我到底是按了啥？我有点搞不大清楚。哎、欸，我知道。等一下，我们去明天，我们来打电脑，然后打电脑的时候顺便看一下。我会等你们啊！你要去阿俊，你要直接往那边、啊。不行，等一下要打单机。好，你要不要往旁边？我迂回一圈而已，我只是迂回一圈而已。啊，你不是要到 A 吗？趁没人先吗？我也想，可是这一艘没有鱼雷，我们只能遥想。你要到 A 还是 C？ 我想去 A， 所以我现在在转向。哦，我现在在 A 这边等你哦，我跟阿俊在这边等你。基本来讲，会习惯在那个 H1、H2 那边打远距离，就是就连不上啊，因为我们是植物链最底端的啦。对啊，而且我们没有那个 C 那边放一个鱼雷，像我这种转向就好像那个腰闪道一样，这根本去西线根本就是去找死。金刚是主力舰跑最快的。对，哎、欸、哎、欸，你看，我们前面有一艘梦甲船，你看看。等一下要去奇经的那一艘有没有？上面等一下要去吃热炒了。那船开了，你知道我之前有带那个游学团去威尼斯，然后因为我们要帮忙翻译嘛，然后那个游学团超白痴，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不知道谁那边喊有海豚，威尼斯哪来的海豚啦？有真是胡乱。但是我还是很好奇到底有没有，所以我也探头出去看了。靠越怕，结果你又被拐回去，对。威尼斯怎么会有海豚啦？那胡乱什么？但我相信了，所以我跑去看。然后那一天那个浪又有点大，然后那个船是这样，我就觉得哦、欸。所以那到底是鲨鱼？没有啊，太阳还蛮那个。其实你们要去那个威尼斯，一定要赶快。然后威尼斯那他们超强，英语、意大利、德语都通。超强，
他看那个客人会讲什么，他就直接应对。所以威尼斯的摊贩都会讲三国语言，有够屌的。机场不要再写进，转掉，转掉。啊？转掉，你转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再过去你就变头，你就变头剑了，你就变成手剑了，小心了。而且最可怕的是那个威尼斯的摊贩，我想说啊，威尼斯的面具其实还蛮有名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要买一个面具，转过来一看 ，Made in China， 啊，算了，放下，我去意大利买 China 的。嗯、看来航母被发现了，就高。哎、欸、哎、欸，为什么天空一大堆符号啊？看得好痛苦哦。你看到小飞机就是敌机凌空，我知道啦。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天空有这么多东西，可不可以啊？哎、欸、哎，帮、欸、忙打一下那个。这很烦，而且你看那个三条的那个有没有？他妈那边会不会自己在那边做缠斗？这是不知道在忙什么。哎、欸，你没有帮忙打驱逐哦。有啦，在跑了。啊，我觉得哦，他要怎么样，你知道吗？鱼雷可以打毁，那至少给我们一个抵抗的空间嘛，对不对？哎、欸，我们现实中我好像没看到鱼雷被打毁。The enemy team is taking the lead. 我们可以自己幻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航母被抓到了、啊？他跑到这里来干嘛？高速战舰不是这样给你们玩的。哎、欸，我很喜欢看那一集。其实我本来是想要 cos 那个高雄，可是我最后选择金刚，是因为我发现金刚个性超像我的。我后来就选高雄金刚了。然后我其实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要 cosplay 金刚，因为金刚的个性真的很可爱。像我们就是属于比较刁钻的。哎、欸，我这个炮超多的，其实我超喜欢这一艘船，我决定以后也要开这一艘，然后不要卖掉。这一艘，嗯，哎、欸，我还没到达目的地，队友死两了，哪招？然后我快要跟金刚对撞了，啊！啪啪啪啪！哎、欸，你们如果说你们的 FB 想要你们用 FB 登录，可是不希望人家知道你 FB 的 ID 是什么的话，你们在你们的聊天框的下面有一个很像太阳的那个符号，有没有？点下去，你可以更改昵称，你可以换一个你喜欢的昵称，这样你就不用担心说，哎、欸，我用 FB 可是会被人家看到还是怎么样？哎、欸、呀、啊，敌船没半艘。铁达尼号好孤单哦！他们全部在那个什么，全部在那个 D 九那边呢、啊。那不是问题啊，嗯，包子。船长小心哦，有鱼雷往里面飞喽。那包子多塞几个就可以了，要多大有多大。我们这金刚真的妈的干蛮恼的，你知道吗？还有在对你喊 Follow me。营长有鱼雷哦！营长有鱼雷哦！哎、欸，他到底在干嘛啦？金刚撞到你了！拉左，把他拉开就好了。我这样会被他推着打啦。他在推你哦、喔，但他技术其实蛮好的嘛，还可以推到我方的船。反正也不会有人跟我要签名。其实我一直不了解要签名到底要干嘛。因为我觉得拿回家也不知道要放哪。你要切个西瓜吧，赶快切过去。是啊，那个小地图也没啥好看的，没事。啊，我们天空是不是有东西啊？嗯，你觉得被偷窥，你觉得嘞？我觉得我们死定了。我也觉得我们死定了。你们那边根本是鱼雷区吧？你们那边是电流极极棒区对吧？对。所以我们现在要过去投十块的意思。The enemy is about to win。三点都被占了、哦，这是干嘛？不晓得啊，我觉得没有这场其实就是不是我们可以操控的场。没有，因为我觉得签名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有的人会要签名，可是我也不晓得他到底要来干嘛。
对啊，我这一艘真的是蛮有爽感的一艘船，因为你想啊，那个签名也就算是周杰伦的签名，你留着也不知道干嘛。就像一定以前有很多人有什么，有啦有啦，我船身都打直在等他了。就像你想，你就算有周杰伦的签名，可是这感觉就像你以前有什么梅艳芳的签名，你现在也不觉得怎么样。你懂我意思吗？没有啊。啊，我们现在就是朋友了，不是吗？你只要走进这个实况台，你就是我的朋友。朋友有的时候，也许大家会有冲突，也许会有怎么样，但绝对友谊长存，就是这样。有没有中？信不信他们啊？这抛物线敢不敢高一点啊？他们航空母舰在那个 S， 航空母舰就是炮车的意思，对吧？它是即时战略游戏。他跟我玩的是不同世界的游戏。地图不熟悉，没关系啊，慢慢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欸，这个站点的点数可以再拉回来吗？还是怎么样？可以啊，基本上很困难，除非说，因为这拉点数已经拉太高了，基本上你要拉回来，就除非要去 C 去破坏它。我们现在目前人是在 C， 它这个分数还包含了你击毁的地方。所以如果说你的哦，对吗？等等，一掌，右转，闪了，我闪了。哦，这里礁石很多，打不到人呢、欸。还是中，啊、嗯，我已经减速了，酷吗？看到没有？快开炮！你们两个在玩什么啊？我也投了十块，怎么都还没有玩到任何的东西。我们两个在玩相撞。山太高了，你知道？打不到。我们在玩修罗。屁股后面有人，但也没时间理他。应该是输了啦。因为我们赶不到 C 那边，你知道吗？对啊，不是我的速度超慢了，才20。欸，有机会，我先把这台库马干掉。这怎么开得过去、啊？你看，等我开到 B， 你看人家都暂停结束了。我们还有航母吗？有航母就有机会去 reset C， 不是吗？但重点是我们去把 B 抢回来，但是我们根本就过不去啊！没有 reset 没有用，他就是站着就站着的，他不会说会结束掉，他只会把他打掉，是不是？他不会，他是好慢哦，我快崩溃了。他类似领地的领地分数。给我一台 T54 船好吗？没有那种东西啊！太慢了这一台，不然有没有015船？我为什么看不到它？爆了！我靠，要怎么越？怎么可能那么快？我要被砸了！去你的！啊！没有，我还搞不清楚它那个机制到底怎么样。不是，我觉得这是领地机制啊。什么意思？就是他占的就是他的领地，领地就开始有分数。所以我们变成我们其实遇到把他抢回来变，我们要先占对不对？其实这种抢旗的 A B C 的，我们就是要先开到定位去占。比较像之前那个战地风云那种，这个模式比较像之前战地风云那种模式，分图岛那种，就是一个点一个点慢慢占回来这样子。哎、欸，我要怎么看我的那一艘船，它的主源在哪里？它没有主源，要到六阶以后才会有。六阶以后。那他还说可以配点，不是庄孝文吗？有啊，就是你，他只有舰长的配点啊。对啊，所以舰长的配点在哪里？舰长配点会跳，他会跳出来才对。
对，他跳出来叫我去按，然后就没啦。然后有个人的样子啊，他不是有个人的样子。对啊，所以我要去哪边才能看到那个东西？按下去一下就有了，不是吗？就直接你往那个人那边、啊。对啊，因为我不小心关掉了，所以我要去哪里才可以拿到那个东西？应该是战舰那边。你去港口？哎、欸，奇怪了，每次讲话你们都要讲一堆废话，绕超远的，就直接告诉我在哪，我要怎么卡开？港口右上角的有舰长有没有？按下去就好了，就点那个舰长。对，有没有下面它有一条东西有没有 ？OK OK， 有看到了、哦？有，按进去，然后它是不是有开始有它很像天赋树那一种东西？嗯哼哼，对对对，就那种东西。那你就是看你要先升级存活，还是先升级武器次要武器啊？了解了解。对啊。OK。其实我刚点错，我这个建议是先升级存活了，因为次要武器那个。等我搞懂，我再来搞它好了。哎、欸，哦，九点了。对啊，九、okay. 点你要打单机喽。对啊。OK， 好，走。算。